等会儿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会做饭。好吧，是。聪聪，我以后可不可以经常来你家蹭饭啊？你想来，随时可以。谢谢江总。太好吃了。你平时除了喜欢吃，还喜欢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喜欢干的。我平时没事的话，我就会去公司楼下的拳击馆练练拳击什么的，释放压力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像我们这些小职员，平常工作压力很大的。你也吃啊？嗯，吃吧。张总，本来今天是我要请你吃饭的，结果变成你给我做饭了，谢谢你啊。嗯，欢迎常来。我是不会客气的哦，吃饭。谁去？反正我不去，打死我都不去。